虽然提前决定我每天晚上6点都会出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按赞分享。哦，我看一下哦。26奖。26奖，中一个26奖。全家专属礼物26奖。你看头奖最好，头奖最好，头奖最好。第几棒？因为我是大家，我是玲玲，我是玲玲，欢迎到玲玲看上去。毕竟都来到2020年嘛，我们想说要来一个有趣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买了全家的199的鼠年福袋。好，开始。好，接下来这一招。全家的鼠年福袋非常的可爱，来我看。哦，这是饮料食物。哦，这个哦，卡拉姆酒，这是辣的，不喜欢吃辣的不要来。放我这边，开好放我这边，然后我拿给你，然后介绍。满天星，后面跟乖乖一样都。会有满天星之歌，一闪一闪亮星星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这个是自然的盐，是姐姐最爱吃的。哦，有葡萄糖糖。哦，它呢就是台湾风味苏打饼。这个是太重了吧？超大葡萄干。啊，我喜欢喝这个的饮料。哦，这个是。御茶园，这是奶茶包，这个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奶茶包，这个是巧克力，到全家都有卖，喜欢的人可以去买哦。那这张是什么？然后这个是纸板，好，就这样。好，现在要来开奖咯。奖等一下再开好吗？拿，来我拿。哦，奖品单，第二个最重的，辛苦了。它一样有个，它一样的食品哎，有个赠品兑换券和一个欢喜开运。第一个也一样，这个是辣味的饼干，是蓝天星一闪一闪。那不是重复吗？它这个不一样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笑笑脆脆受欢迎，好吃好玩好开心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大家最爱满天星。来下个，这个也一样是自然的盐苏打饼干，大葡萄干，这个也一样是御茶园，这个也一样是奶茶，这个、也一样是巧克力。现在还有哦，还有一个纸板，太好笑了。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把这个撕开。哦，好吃吗？想跟姐姐你换。哦，好吃吗？想跟你换。我看一下哦，26奖，26奖，中一个26奖，20000的全家专属。26奖，也是26奖。26奖，有了全家专属礼物哎。这个12奖也很好哎。哇，12奖是 Switch。14奖很好哎。现在14，看一下几奖好。头奖最好。对，头奖最好。哇，这奖也蛮好的。3奖很好。2奖。而且很好。3奖不好啊。3奖哦，这个所以这个是4奖，4奖比较好。4奖，我们家电视2台了。不需要。哇，你看头奖最好，头奖最好，头奖最好。来，玲玲，我帮你买的，谢谢。真真，好可哦。喝死，好喝死人了。哎，我们喝一样半呢，对不对？嗯。第几棒？虽然提前决定我每天晚上6点都会出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按赞分享。
哦。哇，这里面真舒服啊！对呀，我住在这个房子太舒服了吧？哇！哇，还有二维码。你看有二维码。对，那二维码在我这边。呼吸都在了吗？好，那我们就随便。走吧，我试试看我能不能走路哦。我也可以走路，我知道怎么走。我应该可以不撞到东西。你看我厉害吧，不会撞到东西。目前看起来这个都还 OK 啊，这个没有吃过，以前小时候有吃过啊。哦。哎，你是干嘛？应该不会太差吧。这有好吃好玩吗？结果两张都是明谢惠顾啦，哪有中26奖？二到二十六奖立即开奖专区，明谢惠顾。什么叫明谢惠顾？可是没有中奖啊。好吃好玩。哎，我要吃一个什么的？妹妹，你不是要吃葡萄干吗？哎，巧克力折一点点给我吃好不好？真的是啊。我吃这个。这样好吗？你还会想吃吗？这个你会想吃吗？不会，那我把它吃掉。我泡一杯看好不好喝。如果好喝的话，其他里面的东西其实也都不错，只有这个不确定好不好喝。御茶园也蛮不错的。对啊。我想喝御茶园的，我选的好。好啊。开呀、啊。拿包的没？你看，刚才。叫你的给我吃，你就不要。啊！害我又开一包吃完，又要吃掉你这个。啊！我刚才你说我听着你说这一包要吃吗？我不要偷。好吃的 ，sorry， 是我误会你了。哎，巧克力折一点点给我吃好不好？真的是啊。我吃这个。直接吃。爸爸。嗯。都可以吃不完。对啊，叫你给我吃，你就不要，害我又开一包吃了。刚才叫你的给我吃，你就不要。刚才你说我听着你说这包要吃吗？我不要偷。哎，巧克力折一点点给我吃好不好？哎，巧克力折一点点给我吃好不好？有东西吗？嗯。妹妹，我可以背哦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街都是小星星。好吃，哎不对，小小推推。我先。满天星一人开一包，你们两个吃一包就可以了，一人开一包。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香香脆脆受欢迎，好玩，好吃好玩，好开心。一闪亮晶晶，大家最爱满天星。